Aw, animals. Discovery 巨蟒活吞表演者吓破胆喊咖。万众期待的 Discovery 两小时特别节目《活人生吞》终于在周一晚间上映，大家都等着看 Paul 是要怎么样被十八尺巨蟒生吞，结果网络居然被一片失望乡民的嘘声给生吞。吊了大家胃口这么久的节目，带观众到100英里以外的亚马逊看 Paul 身穿为此表演特制的碳纤维装，巨蟒企图勒死他时，特制的服装能保护他的肋骨不被折断，不过他们好像忘了四肢的防护措施，他的头盔也有供应氧气的装置，还有两个镜头记录两小时被吞的完整过程。正当大家都以为 Paul 要被整个吞掉时，他说感到手臂似乎快要折断，并且大叫 Uncle， 接着他的团队就赶过来救他。不幸的是，网络上对他的疯狂批评就真的是谁也救不了了。